近日，日本名模福岛莉拉及韩火火摄影师陈曼等人现身上海出席某品牌的新店开业仪式。当天，走在潮流尖端的时尚宠儿们也是分别选择了该品牌的不同系列装扮站台。名模福岛莉拉更是深 V 裙装亮相，大露事业线。与陈泰、徐濠萦结交甚好的韩火火更是大方分享了他与该品牌的缘分。当时我跟 baby 一起去的，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个老虎头的那个 logo 出来，然后当时我们就震惊了，因为整个这个品牌的风格变得非常的潮流，非常的街头，而且非常的时穿，就感觉你很马上就想把那个衣服从模特身上扒下来穿走。